这个仙女长得好漂亮，是不是？嗯，小时候是小女孩，长大了变大孩。有意思吗？跟你看的书一不一样？哎呀，看着真舒服。天上快黑了，出来都已经7点多了。走啊，带我姑娘去看了一场电影，现在是7点多了，出来天一开始已经渐渐黑了。我俩现在准备再去我姐家。吃小拉面呢。这孩子进来挑2桶泡面走了，说要跟他姐回去吃。快走吧！你看咋进去的时候天还没那么黑呢，咋出来天都黑了？你知道说明啥吗？说明你买东西真磨叽。快走！我。咋不开心呢？泡面，泡面来了。泡面。他跟他姐不爱吃吗？哎呀，咋这么不开心呢？咱这走了，你俩走了，那能开心吗？都要哭了，一走没完了。对不起。他们老师推荐的，正好那个点儿，我寻思赶紧领他去看吧，要怕晚了。早就买票了。这能加杠？你看那个，那是德语买的，给你家小奶，还有一个大胖子似的。我走完之后，干啥呀？给我买呀，德语。对，叔叔给你买那么多好吃的。小麦吃螺粉，那啥粉吗？吃那个冰粉吗？不吃。我做的。去谢谢德语叔叔去。谢谢德语叔叔。哎，不好意思。老害羞了，姑娘。倒完料帮忙，水开了。6块钱一桶的泡面，就这点东西。干啥呀？买那么贵的呀？萌萌非要买吧，说跟他姐姐一桶，他俩馋了。说个蘑菇面就行了，不能太多吧？等会儿你看看啊。你俩过目看看怎么样？够不够水？我看不够。再来点呗。够了。把料都搁了吗？这个汤包。行。这个别搁，他说3分钟后再搁。是吗？听啥话呀？听话，咱就这样。这哥俩，他到底小伙子啊？我闻到酱汤味了，做酱汤了。这个酱汤，完昨天整了点包饭。那肉片都在里面，咋吃啊？嗯。天天还得来点下酒菜。瞅啥？你还想吓着我咋的？他不是拍的，我是家里面安个监控，天天拍的，这是我报的意思。最主要是什么？最狠的是什么？我老弟，嘎嘎钢筋，流口水了，馋了。你是不是嘎钢筋馋板筋了？为啥呀？那玩意好吃啊？硬菜嘛。咱家螺丝钉啥都没搞回来，那说了没有啊？是不是？5斤呢，还得上高呢。补铁。呀，来家俩来了。亲戚。哎，那明哥吗？咱们喝两个呢。没喝呀。那玩意能喝吗？我说我都臭味了。啊？喝姜汤了，他俩。姜汤。我做的臭烘的。来呀。有蟹棒吗，妈妈？有啊，我没蟹棒了。